鸭鸡哦，鸭鸡是什么啦？什么是鸭鸡啊？啊，这个字，这个发音，夜夜鸡啊，夜鸡，夜鸡是什么啦？再去想，再去想，嘿，夜鸡哦，这个、哦，哈哈，哦，居然，你看那个勾勾，那个勾勾是关键，夜夜。啊！我白痴啊！白痴啊！你知道我还在想什么？什么夜间的鸟类，你知道吗？难透了！三三三三！有没有杀鸡的？哇！原来这个游戏你们都这样玩呐、啊！没有错，怎么乱玩怎么玩，你都猜出来就可以了。哇，太酷炫了！几个字啊？等一下、哦，哈？啊？几个字？哇那种老老在长颈鹿啊，不知道 就想到了哈、也不是这个啊，什么叫熊猫船啊？什么啊哦，这个吗？哦、为什么啊、我看鼻子才看出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原来是这个啊！哇，你们都知道嘞！我觉得杰克那一句非常的误导，有吗？会吗？非常的误导。我看鼻子才出來，没关系，你们待会再来干杰克。哦，好看啊！是神巧贝那个姑姑吧？哦，啊，姑姑是什么？姑姑是什么？哦，宝贝。姑姑宝贝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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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画背景了，喷火了，又来了、啊，哎，重点来了，不行，他是重点，我有一个什么东东啊，我觉得很，什么？啊？什么？你笑太爽了啦！两六六六什么？啊！我的名字是什么？白痴，我在找那个位。重点是这个哦，我不会写字。哎呀，这长得像什么啊？好了好了，我最后提示一下好不好？哦哦哦哦！有剪精华，麻烦剪出来哦。可以剪精华了哦。打断死定了！这个不是台湾会常讲的话，好，应该算是对岸翻译的啊。可是应该也可以很快的就结束它。嗯，吉林路。这是什么？啊！哈哈哈哈哈！那踩到口香糖，太气！哈？这是什么？面包？鲑鱼？鲑鱼片哦！哈哈，你像沙西米啊？对啊，还蛮像的啊！难道是这个？哦，果然！什么？真的是他，认出了，就是他，
就是他没错啊。啊，不是吧、啊、不是这个啊，是这个东西宇宙，是是是，就是他，就是他，是他没错，就是只是他是不一样的那个，从他的英文讲。哦，热带啊，打三文鱼啊。嗯，没有这样听过，忘记了，我是忘了。对岸的，这是什么？三文鱼。三文鱼。这是什么东西？我查一下哈。几个字？几个字？哦哦。那我们也不知道了。好吧，反正我先画个。这个，这个你怎么画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哈？他长什么样子啊？什么鬼啊？现场啊？对啊，他第一个字是如果你给提示，他的后面一个，他的这个没有，是这什么啊？怎么看都是什么？对啊，怎么看都是这个生物啊。对啊，是啊，可是不是啊？怎么会有人猜鳗鱼？他第一个字就是啊，一个是这个啊，这个啊，是这个啊，啊，简，好不好？不啊，我猜啊，有人答对，可是那个字不对，啊、对，音对字不对。找不到哎、欸，哇塞，那个字有够难找的、欸，一个重重部首的。哦，我找到了，啊、没错啦。哦，鳗鱼，这是鳗鱼，鳗鱼嘞。就它真的长这个样子吗？我不知道啊，谁知道？我就查一下，大概是这个颜色。不知道什么？啊？我看它是一种蛇的。哇。哇、嗯，好哦，好哦，我来想想哦。哦，那聊天室好猛哦，真的、嗯、超厉害的，真的是题库吧？我直接看聊天室来复制好了，是这样吗？等你们，等你们了。长哦，是吗？哎、啊，对，我都把动物画的长长的，飞机。哈啊？啊！哦哦！对，我突然想到这个节目有一些怪怪的，这个有，这个有。对，还有牛肉之类的。嗯，箭头的位置，箭头的位置。龙背啦！不是动物。哦、对，它不是动物，它不是动物。它是动物的一部分。嗯。它是动物的部位也算在里面，对啊。好，一个字的，一个字的。感觉没有。哎呀！你看我上个打什么？啊、看我打什么？啊！有了，有了，有了！怎么可能？哦，不画了，是这样了，不画了。我刚才看哈基打到哪里？我刚才打到哪里呀？哪里啊？要被小雨杰克继续打吗？什么东西啊？哎、欸，你乱画！大家都是猜画的啊。小白板，因为那个刚刚哈基他所有生肖照的猜一遍。鼠牛虎兔龙蛇马羊，嗯，过了。马羊，噔噔噔噔。来啊，来啊，猜啊、哦！是假的？又来了，是不是？我一直选错字，这根本不是吧？有没有？不是啊。哎耶！干嘛厚道哦？太大了啦！厚道哦！笑到我歪了。
笑得太突出了。大嘴鸟啦，大嘴鸟。厚道嘛，厚道。我的鸭血不到字。啊？不能猜了，感觉不能猜。那新的题目一开始，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哈？老厉害。几个字？等一下，三个字，长颈鹿。又是长颈鹿，哇！你们两个，哈哈哈哈哈什么？它是只东西。东西挂啊？啊？嗯。哇，好强啊！哦，这样。Okay, 为什么？而且一次对，三个字，这个其实只要画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有吗？有关键性的东西哦。有，还有关键性的东西。它的附属物品。对，是附属物品的问题，不是颜色也是问题啦。对啊，对啦，对啦。有，快点画哦。这什么东东啊？完了，杰克不。哇，你看颜色果然是问题啊。对了，对了。哦。肉上色了。我觉得刚你们三个同时猜到，真的超扯哎、欸。突然想到太扯了太扯了哎、欸、我这可以不用画哎、欸、说真的嗯我还以为又要鼠牛虎兔刚刚在想清楚我说没有画不就是刚刚猜过的吗八什么应该是鸟类在树上的吧嗯画完了啊啊啊！画完了，嗯啊啊啊，这个吗？啊耶！什么？哇，好猛哦！什么？哇！什么什么？聊天室，快点救命！好啦，你要你要懂他的，加油！啊，没有鸟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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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哇，你画好像哦！哇塞，好第一次我忘记叫什么了，我忘了。他会哦，探探色，哦哦，对，他超色的，哇塞，好会画哦，好猛，很厉害哦，对，一开始就画好了，有没有？很厉害，好猛哦！啊，喵喵喵喵。看你，可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这样也行，有人猜中了。啊，这个我，这个我常抓。对，他只有拍过他的照片。这颜色也太奇怪了，对啊，颜色很奇怪。哈？啊？先哈再说。土拨鼠。金丝雀。哎、欸，我先给你们这个玩一下啊。不是啊，不是那边了，那应该感觉就不是那边了，那应该就没人好猜了。哎，应该不是啊。怎么知道这个东西的图片呢、啊？有没有观众知道啊？哎、欸，观众一个字的，然后不知道的一个字的，一个字的很难画的，快一个字很难画的。嗯，靠你们的。我到现在找不到它长什么样子、欸。哇！我找到一个，啊、找到了。我看一下怎么画啊。这个一半时间喽，好，可以啊。这个，哎呦，怎么变圈圈了？哇！哎哎哇！哎哎，那个人，那个人怎么回事？还没画哎、欸！聊天室哦哦哦哦哦，我知道了，有有了有没有？有了有了有了，没有，我是看聊天室。哇塞，写如燕，哦白痴，快点一个字的一个字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什么啊？我打了都没有啊，有啦，有啊有啊。好笑